好漂亮的光线。这边稍等一下，他们落下来的，你看，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我用摄影模式的，啊，我姐姐在洗手间，我还在洗手间，人家过来洗。哇，坐船这样看夕阳也是一种享受，你看，而且天气很不错，不容易，我们都看到。我这船开好漂亮啊！好，那现在坐那个救生员面对啊。今天是2016年6月2号，准备要正式要离开喽。可以看到，这边就是东海，叫 Easter Sea。7:04走过去，刚好现场开始小提琴晚会活动正式开始。